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哥。药品和烟雾弹都用尽，终于打赢了这场混战。我还想顺便上去拿那个收藏品，不知道上面有没有入口可以进去。或许要从另外一面。哇，那个红色宝箱，宝箱一个锁门，一个锁。再来，哇，五颗星哎！先做三颗的，五颗，五颗，明天，今天应该做不到。要我爬墙呢？爬墙多麻烦啊！那个罪犯就不管他，沿路爬墙回到我的地区。是哪一个？好吧，随便一个。啊，五星啊，那就五星吧。米波拉的朋友宣布了一个计划，说要在玛丽安托瓦内特女王受刑之前解救她。这个计划因为一位名叫让·吉伯特的宪兵破坏了。他也是一位圣殿骑士。吉伯特知道太多米拉波的阴谋了。我们得知国民军在马德莱纳教堂彰显他的伟业，在典礼进行的同时刺杀他。我先补一下我的消耗品。不要找我麻烦，多说我看了也会怕。有个宝箱哎！找到了！幻影之刃出场的时机到了！马德莱纳教堂坐落于非常雅致的圣日耳曼郊区，主要是由继小姆马丁·库丘尔所设计。它的灵感来自于雅克·日梅恩·索佛罗
所设计的圣女日南非法教堂，也就是日后的万神殿。西元1789年，当人民攻下巴士底监狱后，这项建筑工程便完全暂停，整体建设只完成了基础及大柱廊，而在西元1791年12月30日，当局下令停止这项建筑工程。毕竟就法国大革命的本质而言，提倡宗教是很困难的事。西元1793年，路易十六遭到处决后，尸体就葬在这座教堂后面。而在1794年，这座教堂的地窖租借给一位酒商，借此存放他的货物。到了19世纪，这座大型建筑才终于得以完成。这种说法算是相当客气了。的确，或换个说法，它存放的是圣殿骑士。哇！哇！好一个平民！为什么要出来搅局？我完全目标了。好，我要走。现在完成目标，没有理由继续留下。错了，可能就有人会帮我杀他，超轻松。好，一个红心任务。让吉波特，一位阻扰玛丽·安托瓦内特逃离巴黎地方法院的宪兵。这位女王生前曾在一张碎纸上偷偷回报了一则秘密讯息，并将其藏在康乃馨的花瓣，这是早期传达私讯的形式。在计划以康乃馨密谋著称，打算要让吉伯特偷渡这个讯息给女王在外头的盟友，并以400苏卢作为报酬，相当于他3年工资的总和。许多狱卒都非常同情女王，有的人甚至还给他送花，这可是会大大惹恼检察官富吉埃·坦维尔的行为。送他花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他可能得细细检查每一片花瓣里头有没有密讯，还得一片一片地找，真是浪费他许多时间。让吉伯特在最后一分钟突然想起另一个念头，如果计划失败了，那么他也得上断头台了。于是他告密了，扑了女王逃跑的企图，并终结了女王最后的宿命，生存的希望。还蛮贱的这家伙，明头一起密谋的。最后一个，还有4分钟，今天还有4分钟，应该玩得完。It's guarding the smelly louts who aren't fit to live.药水剩下3瓶了。冒灰了，后面啊，5星区域，我会不会为了捡一个冒灰而死？还好没有遇到任何人。我好像要钻进来了。
政治界的温和派、吉隆特派的人已经被处决了，却找出安德鲁·古兹曼，他是一位仇视吉隆特派的鼓吹分子。古兹曼经常被发现在罗浮宫花园里煽动群众。刺客会议。吉隆特派，吉隆特派或称为吉隆丁或布里索派，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派系。他们一般的立场是反对丹顿、罗伯兹比尔或马拉等人为主的三月派。当时的政治分野不如现在政党组织那么清楚，但这两派有许多关键议题意见相左。吉隆特派支持外国战争及新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三月派则相反，反对这场战争，认为巴黎应该主导政治风向。吉隆特派最初有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但一系列的政治失败导致他们失势和三月派崛起。此时罗伯兹比尔醉心于阴谋手段，尤其是对于他的政治对手。6月1日和2日吉隆特派成员被拘押软禁，在数星期后转移到监狱。1793年10月，吉隆特派共33人被以叛国罪处死。在罗伯斯比尔超常出现，之前那个人头不保也是他。这让一切晋升，事实上杭里欧将大炮开至国民公会，并威胁政治家若不放弃吉隆特派就会开炮。开始挖苦，当然绝对是公正的审判，我敢确信。结束挖苦。寻找安德鲁·古兹曼。我的宝箱满了，清空宝箱才能获得收入。OK， 我的宝箱满了。做完这个回去清，然后今天就到这。在过去的路程上，我在想啊，十月十号不是快到了吗？那天应该都放假了。我想要在看能不能在那一天就把整个大革命的本篇结束掉。因为十几号枭雄就出现了，我也希望那时候就可以开始玩枭雄，但我不确定我有办法那一天玩得完，但那一天应该是会开很长一段时间。哇，有人开枪打我。烟雾弹超强，我刚刚又看到新动作。刚刚是不是又有资料库啊？杜勒利宫，杜勒利宫与罗浮宫曾经是两座不同的宫殿，直到亨利四世将这两座宫殿结合为一。一开始，杜勒利宫是凯瑟琳德美第奇任性妄为之下的产物。这位皇太后觉得罗浮宫太大、太冷，也太拥挤了。她注意到水渠旁，另一边的瓷砖工厂，并打算将这间工厂转为她梦寐以求的宫殿。由于那块土地无人使用，不需征收就可以开始兴建。这听起来是很好的讲法，其实是强制驱逐。
历经数个世纪，杜勒利宫的花园逐渐变得像一座游乐园。重要事迹当属萨塞尔、查尔斯、雅克、亚历山大在这里释放全世界第一枚氢气球。这里涌入了40万人，人群挤满了花园、堤岸、屋顶及路易15广场。每个人入场费为3铢。9年后，人民明显对路易16越来越反感，迫使他与他的家族不得不开放难民进入皇家起诉庭。在1792年8月10日，一群叛乱分子侵入了杜勒利宫。这一天也是人民让君主政治正式垮台的革命日。凯瑟琳皇后的宫园在当时成了第一共和的大熔炉。为什么是苏啊？他们不是法国，应该是法兰吗？是期待，是期待那个10月10号的开台，还是期待枭首？其他目标就好，拜。觉得你们抓得到我吗？哦，一发幻影之刃居然不会死。啊，没有药水了。哦，我还以为幻影之刃是一定会秒杀的。药品存量偏低。那只好小心一点。对平民真的很困扰。把麻烦的长官先解决掉。看起来会来两个麻烦。Christ, not like in this. Bloody horse! Hell! Come on! Come on! c光是到核心之前就已经遇到好几只士兵了。封口好了。Keep him inside.
上一颗烟雾弹。啊！我突然想隐匿击杀。我觉得这关比刚刚那个还要难，还是说？哎，这个位置好像比较好哦。好吧，也没差，就是冲啊，接杀，然后直接逃跑。在哪里？应该先找到目标了。好，杀到了，哪里？不能恋战，这个恋战一定会输。跑远一点，他们应该都追不到。There he is. Tighten the bloody nut. 不行，他没有太靠近我的死亡三角。好，我好怕他们用枪打中我。革命王朝啊，没有空看的啦。就要离开吧。哦，那资料库明天再看好，宝箱也明天再收好。今天就先到这，谢谢大家收看，拜拜。哎，之后大革命的影片会变回30fps， 因为它原版根本没有30fps， 哎，它根本没有60fps， 我用60浪费我自己的空间而已。所以之后会变成30，画面应该不会变差，甚至有几率会变好，因为它就可以分到更多的位元率。今天先解这个好了，这个还没解过。This is the Palais Royal. It used to belong to the king's brother, but he's turned it into Revolutionary Party Central, known for its theaters, cafes, gambling dens, and prostitution. Ooh la la. All the activity was a great cover for a Templar smuggling operation.You need to get in and grab the treasures they've stolen. 这又是圣殿骑士走私。我记得我第一个玩的切刀任务也是圣殿骑士走私。串流状况。音讯不足。或许等一下就会恢复了。宝藏在那对面屋顶上，我就已经看到人了。我先下去吧，那个上面也不是办法。
有可以往下的地方吗？好像没有。哎，被发现奖励会降低的说。这么远应该射不到吧？哇！我发现了金属。Maggots! Shit! Bad news there. Show yourself, you bastard. 奖励又降低了。Damn body that is. Shit! Shit! Like lies around here.到底要怎么窗台刺杀？到窗台就被看到，根本没有办法刺杀啊！我一定不适合做窃盗任务，超高调。有路可以进去吗？没有哎、欸。又是枪兵。刚刚刺杀闪过一下。干嘛？哦，还好。可是这边看起来也没有路口。神秘了，我到底要怎么进去啊？难道还要开锁吗？先射杀他！他怎么那么敏锐啊？射杀一下也可以被看到。太神秘了。还是我要从这边建筑上去。
都没有可以进去的窗户，怎么可能？有一个枪兵，我先宰了他。啊！怎么会这样？敏锐，哎呦，被看到了，搞什么？到底是谁看到我了？靠！也太难了吧！哇，没有中！闪亮亮的是什么东西啊？警钟。跳到下面看看好了。星星之月啊。看到什么？怎么进去啊？或许我真的要从那边才进得去。Hey, you there! Stop!Where in the pig's teeth did all this sodden smoke come from? Hey, Christ. Who's coming after Jack? Hell. Shit. Hold it, you! 包杀了两个人。Bloody Minye. Dead? Shit! I'll get ya! That's no good.那边有个门可以开，是不是？哇！我想说要刺杀这两个了，就他们要换位置。再让他刺杀两个，好像没有办法。
速减少了。啊，讨厌！我的奖励又没了。怎么办？敌人超强顶中了，我要死掉了。这个也太难了吧，这个奖励都要被扣光了，反正都要扣光了。不用等奖励扣光，就直接死了。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